上啊，再一个有信心的燕窝啊。烈堂，你能不能稍微注意点啊？注意什么？我在家，需要注意什么？真香。你好恶心啊，真晦气。你以后都没看到的话，进来吧，我去给你拿东西。我闺蜜，我不是要你注意一点了吗？真是不懂事，家里来客人了，让别人家都……你干嘛有病呢？你刚刚没洗手。你要的东西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这是走了。我吃个饭就走。不用了，人有事儿。去哪儿？我开车送你。等我换个衣服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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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春姐，你怎么不拦着她呀？这么漂亮的闺蜜，你早点介绍给我认识一下呀！你见过，就之前给你感冒的时候给你扎针那个护士啊。没想到口罩下就这么一张真实的容颜。有一说一哈，她真打得确实不错，我必须得奖励她一下。奖励什么呀？奖励她跟我结婚。那可不必了。走了。